This is Yang Nanai. She runs an embroidery shop here in Qizhou. All of her life, she has been very passionate about sewing, and proudly showed us her many beautiful pieces of art. When we spoke to her, she had much to share about her embroidery, ethnicity, and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family. This is her story.我跟你说，我姐姐是像我家爸爸，我就像我家妈妈。你记得你妈妈有什么？你有印象你妈妈是怎么样？我印象我妈妈还好，家那个还是在家在我家外婆家，人家在那个街上嘛做生意嘛，还没有田多少，还是比家还是有的田的很多，就是几百万的田啊，像这种。 来让我妈妈去，我妈妈不整齐。这样那个我妈很好，我们就是不好。叫你绣，在这里我叫你绣，叫我们绣，叫你们绣，你们该绣吧，是不是啦？好不容易来嘛，就是你只要你们喜欢嘛，就是我才说八岁就拿这个白布来数那个。 要那个要绣那个三根线，三根线绣对称就好。也跟我教你们绣，教你们绣，你们才懂，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绣那个手纱绣，后来就是来绣那个了。后来就绣像这种呀，绣像这种就是很能干了，就这个是那个是龙，就是。 这个是那个是龙，就是这个是爱龙戏珠的一样，就这样。就聪明的一个人嘛，也没有骄傲，没有什么，自己想，自己为什么我们这样呢？这个是自己想，想要好就是修好。你这个人就是随便你想怎样就怎样了，是不是？家的苗族的姑娘都很喜欢绣花。 你不会绣花，人家就看不起我的个，不孝人，嫁不出去。家苗族嘛，还有那个风俗习惯嘛，自己嘛还是跟妈妈说，妈妈叫嫁去哪里就你就去哪里，不要让去。我们家就这样嘞，我们就是苗族的有这个风。 风格像这样，不知道你们汉族有没有这个空气好，洗澡样样的好，对，样样的好，是不是啊？对，很好的。这样我才想的洗澡。我姐姐说，我来她来过了，她也说很好。我知道云南气候也很好，我也在丽江待了13年。Before coming to Qizhou, Yang Nanai was brought up in Guizhou and then moved to Lijiang, where she worked for 13 years. She then came to Qizhou because she wanted to help support her daughter. 文化大革命很苦呀，很斗争呀，是不是啊？是的。人家文化大革命一句话就是斗争了，一句话就说你反革命了，就斗争了。 很怕，那个怕，很怕。我们苗族、汉族都是一样嘛，都是苗族的东西，都是出口嘛，是不是？以前呀，那个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个梭子啊，全部是丢掉，真的不整啊。那个有一个我们家那个张老天啊，一看我们打这个啾啾啊，拿这个镰刀啊，一个这个还包包全部丢去啊，哦，怕死啊，这种人呀。 很怕，一进来你家有那个神龛烧香的那个神龛啊，就是拿这个像那个日本鬼子那个啊，拿这个棒棒啊一敲一打，哇，打破去就这样啊，文化大革命一点都不好。那有就是嘛也是改革开放来这样什么强盗什么坏人什么也没有，那个还是好还就是卧放而已。 We had a great time meeting and making connections with Yang Nainai. We were able to learn her about her love for embroidery, her ethnicity, and her strong connection with family.
She has gone through many ups and downs in her life, and we hope that her incredible story can be shared with dozens more.